起步比别人晚的叶大同，是否已经严重落后给同梯弟兄了呢？班长，是不是叶大同要跟我 PK 蛙跳？而且他输了，出去的时候你连二十下都跳不到，怎么可能那么快就超英赶美？他赢你就要赶英超美，你每天躺在这边的时候啊，他每天在营区里面跳，他跳的次数堪称是学员之冠哦。周五晚上10:15，一起来过特战英雄夜，请看明视《新兵日记之特战英雄》。